我要很快把我那个会员专属办公室秀一次给大家看。顺便是我自己做记录啦。啊，如果中间有一些出错或出问题的，大家就不要太介意。就是我只是要记录一下。好，第一个，这个东西从他妈时代那边偷来的，那可以转一次，转一次就这样，可以一直转下去，就这样。左手也可以，传统式也可以，转一次就是这样，一直转下去就这样。好，第二个，抛骨棒，只抛一圈的。好，这个传统式，也可以只抛一圈。好，第三个，我蛮常用的转打。第四个可以上下，上下上下上下，好，然后第一个第五个，好，第五个刚才转打可以把它绕起来，好，那第六个是什么呢？我想一下，好，第六个跨手指，手指跨过来，传统式的，跨到这里，然后就可以转，简单一圈。这应该是第六个了吧？啊，第七个，这样是手指位置不变，绕圈，假的绕圈，其实没有变。这是第几个？这是第七个了。第八个，第八个有什么？好，第八个就是抛起来，接着继续转。这个练比较不少。这是抛一圈的，抛两圈的还在练，还不太熟，所以现在只能 demo 这个。好，这是该讲第八个。好，左手也可以。你昨天刚练的，好，第九个，第九个，这个人家教我的，转上来，这个是今天刚练的，转上来，转上来，有时候会出包，好，第十个可能会出水，就这样转上来跑出去。这个还要练，真的很不错。好，大致上就这样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然后再想一下。不过比较常用的是这个。哦，还有这个啦，第十一个嘛，这个大家都会的，就这样绕。可以，那这个这个应该也是这样吧？不知道，大概这样绕。第十一个，然后第十二个几乎不用，我几乎没有用，就是这个我超不会，就是弹夹，借由鼓皮的力量把它弹夹。这应该算是第十二个，好。还有没有第十三个呢？我想一下，有啦，但是是接起来，然后继续转，那个还没有练手，所以就不弄给大家看了。好，那大概就是 这些东西。目前我有用的转骨棒，大概就这些东西。忘了，刚才忘了，还有第十三个。那第十三个，可能会出错，因为也是最近才练的，是从那个很会飞的从天空降的捕手那边偷来的。转了转正以后，再把它打反。
然后接下来这个还在练，所以不是很稳定。转正，就是转以后把它打反，正转打反，正转打反，就是这样一生了。